各位网友大家好，这里是中义里里长候选人张义正竞选总部，将在明天11月23号上午10点到12点，长安街108巷黄文市场旁边竞选总部成立。中午12点10分邀请中义里的里民大游行。这里是靠近巴特比国考 MWD 麦味灯，还有脆皮炸鸡、酒信。我们将会在这个地方举行成立竞选总部大会，这里有绿豆蒜，人蒜不如绿豆蒜，走过来这边有一家磨菜刀的，Gino Pizza，好，鸡肉披萨，这里是中义，你不能，你还辛苦哟。好思家，然后这边是嘉义水电行，这里就是鸡肉披萨，所以这个地方很好找。从第三银行过来啊，进来以后哈，大爷就看到我们的 Family Mart 全家，然后全家对面就是大自然，大自然。啊，你走进来的话，从这边走过来就看到 Gino Pizza， 然后我们的会场。108巷30号，这里1号张义正。